因为这个是 Guild Wars 2，是我平常在固定在打的电动。那因为我开了20个角色格，然后那个20个角色格就是每个包包里面都有很多东西，为了要整理这些东西，我本来是用一张很大的 Google Spread 去登记这20个角色的，就是说包包里的衣服啊、武器啊，还有就是他们有什么道具，然后用哪些 skin 等等。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，原来那个 A 社他们官方有提供 API， 所以我就是为了要节省我每天在维护那张 Google Spreadsheet 的时间，我就做了一个纯前端的小专案。那它本来是长这样，就是它可以把我所有的角色集中在同一个页面，我就不用每次一直登出登入登出登去看那些角色的东西。但是自从就是有一次 A 社他们官方的那个 login 的伺服器坏掉以后，就是它就会卡在抓其中 API 的其中一个地方，就是它那个 defer 物件就一直没办法 resolve， 然后页面就会卡住。所以我一定要征求 F2E， 然后你要可以忍受我写的很菜的那个 JavaScript 的 code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授权是一个是 CC BY， 一个是 MIT， 就这样。